我现在呢和老卡呢来到了一个这个基洛纳的一个酒庄，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酒庄。哎，他这个藤老粗了，我估计得10年20年的那个葡萄藤了。正好这儿我们有个咱家朋这个友。还很遥远呢。我简单，我其实特别粗糙，我简单跟你说，这叫什么？Old wine。Original wine 就是原始藤，都是1990年的藤，就是他们所谓的老哎，它这个葡萄为什么这么矮呢？藤结的葡萄特别好，它都柴的，你看它就是憋的那样的，它就是这样结。你看我它那个看一下这根葡萄藤，留那个秃整个那个。这儿的环境非常好，下边就是奥卡诺根湖，哎呀，特别大的一个湖，基洛纳的这个湖啊，真的是很多呀。看看这个湖，这个环境真的是好，这个碧溪省的环境比那个阿尔伯塔那边真的是好很多，因为这边因为有很多的湖嘛，气候也比较湿润。看看这个葡萄，因为它酿酒嘛，到处都种的葡萄，你看那边也是葡萄园，它的葡萄很奇怪，就是这个根为什么这么粗？刚才朋友给我们介绍说，这是1990年的葡萄树。这边真的是环境很好的地方，很美。那个朋友邀请我们来到这儿品酒，这个就是老藤，看见了吗？画的老藤，啊，他画的老藤，藤。嗯。这里边我们这里边分4种酒，第一档次就是白标，白标就是白标是普通酿的，造，啊，白标啊，普通酿的，啊。白标是普通酿造。然后这个第二个档次就是 Reserve 系列，就是叫什么？不一怎么样，翻译？叫保留还是叫预定？我忘了，反正就是之类的那种。对，嗯，然后第三种就是这个哦，Original，这叫老藤，老藤的就原藤的，能量那啊，就这种哈，刚才我们几看十那个年的原藤的，因为它细哦。肥细的好。然后最最高的就是 Summit，就像这种，你看价格不一样咱们那是顶峰吗？Summit 是我们这酒庄的顶峰。啊、哦，其实就它这么标准瓶酿造，这酒庄的酒真正也就60块加币，最贵。好喝，坐那儿喝吧。啊，好喝。你喝点没事儿。来来来，欢迎啊，欢迎谢来谢到我谢们南哥。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再来点什么？我来一点。还有别的酒吗？啊，行，好，我一换女士手势啊。其实我也喝水。你看好酒它是挂杯的，看看。对。Rosé 酒其实就是介于带皮和不带皮之间那么一个。白酒和红酒之间呗，哈。对，介于吧。嗯。起的是反义名。来试试 Rosé。尝尝这个。好嘞，谢谢谢谢。这玩意儿真挂杯呀！我操。谢谢。哎，你看这挂杯就是那种明显的。我看看这个和那有什么感觉啊？不同。这个给你留着，给你留这瓶吗？啊、哦。这。这俩，这个味儿明显比那俩先说，对，先喝着。这也甜。你这甜的，这闻起来的味儿，那俩味儿。Hello，大家好，我是老卡，我跟五一又出来玩来了，跑到碧溪省的基洛纳。这个基洛纳呢是傍着奥卡诺根湖，这个大湖呢，整个有100多公里，200公里长。据说有200公里长的大湖，确实挺大。一会儿背过去看就是整个。所以说这个基洛纳呢，咱们英语就是 Colonna，就是围绕这个湖的一个点。这个地方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葡萄酒。这儿的葡萄非常好，这本身这个地势就是离温哥华大概有没到400公里，300多公里，但这个地势呢是群山环抱，相对来说是一个小。嗨，嗨，Hello，
Good. How are you? Abby. Yeah, Robin. Nice to meet you. Abby for the wine. Oh no. I don't have a lot of answers. Have a seat. Have a seat. Have a seat. I can't. No, I have to host this. I have to work. Okay. I would love to though. It's awesome. Yeah. Yeah. I'll take a picture with you. Okay. 他是去年才来。生活在这里，那么机缘巧合呢，他正好和这个酒庄，这个酒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其实，这儿的酒庄好像是有200多家啊，300多家。Modest Butcher， Butcher， 其实我也发音不太准。Modest Butcher， 这个呢，和当地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酒庄吧。他搁这里打工，工作人员看全是西人。这里面有可能，这里面当地有几个华人的大酒庄，但是大多数是西人。这个是老板是中国人，这个 owner 是中国人，对，但是工作人员基本都是西人。其实我也不懂酒，有一比无一比我能喝。就是到这里玩，这环境确实真的很好。虽然没有海嘛，但是哇，又来一个酒，谢谢谢谢。这个叫 MT。Butchers 就是那个 Butchers， 那个就是我们侧面那个，就是这儿的那个经理，刚才还跟他道歉。老总，说心里话，对葡萄酒啊不太懂，但是就是平常只是喝一小口，因为我也不太能喝酒，挺好玩的，只是凑一个热闹。这是一个地一个风土人情嘛，到这儿就是来体验一下风土人情。对了，这是我们有内务人嘛，完了之后我们还冒充，也不是冒充啊，冒充大咖。不是，是这样，就是本来吧，到这儿是品酒是需要花钱的哈，给我们介绍，是的。但是呢，我们那朋友呢就跟那个他们总经理一说，说他们是做 vlog 的。就是有很多粉丝，他就说那就免费了，成。好热闹，看看这么多人在这品酒，哇，真的很好玩。啊，他这个里边的酒哈，看的就是价格呢，是从24.99到59.99。这个呢，他在这品酒是要花钱的，8块钱，然后是。这面呢高级一点的呢是12块钱，品尝是白标的8块，我给你品尝这系列是12块，十二块，对，对，这个是高档一点，哎呀，酒都不一样啊，酒都不一样，是，哦，这是最贵的酒了，哇，这嘴都很特别，看一下。哎，这个好喝吗？我觉得这个味儿先放，对，你看挂杯吧，挂杯挂，然后我们这酒斜着让那个味儿进入鼻子，斜让味儿进入鼻子。哦，这闻着就很甜。哎，闻着对，有对，就是人家的文化。人家餐前就喝一杯餐前酒，哦，然后在用餐的时候再喝酒。对，所以他有酒文化，咖啡文化，酒文化，人家很讲究这些。法国人特别讲究，好像就是品那个葡萄酒。嗯，OK。不同年份的项目。Taste Summit。嗯。真的真的。嗯，耶。你们这项目很久。Thank you. So this is Summit 2019. So we bottle this next month and release it in fall. Okay, cool. 2019, 2019. Been in barrel for almost 2 years.
been in barrel for almost 2 years. It's not good. 尝吧，喝直接这味儿真的挺好的，对，橡木桶啊，就带着橡木的味儿 啊，对，哦，这带着橡木的味道。对，你看到的都是说橡木酿造成陈年了，这个是真正的在橡木桶里给你出来的，哦，直接刚出来的味道，喝不了到那个地方。嗯 ，OK， 你们酒卖到中国吗？问他，呀，他叫啥来着？Jesse，you。You are wine over the China over sell, yeah, exactly. Oh. Yeah, and we're based have a warehouse in Hangzhou. Hangzhou. Yeah. Ah, yeah. Yeah. So usually before COVID, I go there once or twice a year, sell some wine. Okay. Some parties, yeah. Hangzhou not developing very fast. My sister live in the Hangzhou. Oh, okay. Yeah. So that's where the owner Sunny's from. Oh. That's his hometown.Ah, that's why. Yeah, okay. Yeah, owner is from Hangzhou. Oh, that's why. Yeah. Owner. Tastes good. Hmm. Yeah. 这些就是酿造 fermentation 的那些地方。啊，是这个好，这个好喝，你多喝两口吧。Pressing fermentation and all the 这个味儿足。哦，就上面压榨，然后下面从管道下来到这边是。发酵，最后到这个 barrel， 这是储存哈。对储存，然后再回去。It should be the take the one year, 2 year, the time. So for summit, we leave in barrel for 2 years. That's the most. So most. Mostly 2 years. 12 months, 16 months. Okay. By this, because it's kind of our top wine, extra time. So what different the time? Yeah. I mean.So the tannins, it just, the wine softens up, becomes rounder, just easier to drink, not so sharp and structured, you know. Okay. It just softens up. Okay, that means more longer is not good, right? Not too long. Not too long, yeah. Because the wine starts to oxidize and lose its, you know. I mean...Actually, I'm not doing very well, but in China, some guy is very long. I mean, like, even in France, the longest, longest. Actually, it'd be lie, I think. It's just the sell, want yeah, to sell. Yeah. Makes sense. I had a lot of shit in Chinese wine. You know why? You're not than me. near Inner Mongolia? Yeah. The wine region. We went up there for tastings and stuff. It was an interesting experience. Big, huge chateau. weird wine. So much fun. Okay, thank you so much. Yeah.